哦，OK，你要这样听听一下，但是我们要带个对，门。我不知道啥子，你们还有？Next door，一个 next door 嘛俩，你按 next door 就对了，去敲敲，一定要带你啊，啊，东西是要带你啊，要带所有 RCCA 嘛，好、哦，诶，你那边做什么？Hello，OK，我们连接喽，台头转没？台头喽，想 Facebook 上个台头转没台轴喽，可以了，连接喽。？OK，今日我哋咧就讲讲华语啦。OK 啦，怀疑啦，OK，今天非常荣幸的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 V International，其中在2年8个月里面的时间的话，我们总共是制造了 RCCA 的话就是有33位，那么 AnyLaw 的话就是其中一位，让我来介绍，隆重介绍我们这一个的，我们叫做 Steady Bomb BB 的这一个的 RCCA，它的背景哈，OK。那么我们这个 RCCA 这个AnyLaw 的话呢，它原本呢就是在捞越那边，它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只要你去到捞越的话，你就问谁是这边最漂亮的老板娘的话，没有那这样么夸张啊！有啦，OK，捞越那很多老板娘啊！最漂亮那一个，OK，那么每个人就会知道那个就是 AnyLaw。那么 AnyLaw 自己本身的话呢，就是曾经做过了18年的这个手提电话的这个行业，那么其中的话呢，有包括有很多很多的店哦，OK，也有很多很多的档口哈，来到多少家？有九个档口这么多。那么在这18年里面呢，它有起起落落，也有高峰，也有下过。当然，它不是在最糟糕的时候进来的，它是在它的生意非常好的时候呢，它选择了 VE International。这个传销这个事业，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AnyLaw。那么 AnyLaw 给人一向的这个印象的话，就是非常有能力，非常的漂亮，OK，而且呢，讲话呢也非常的特别有味道，有自己一个的独特的一个风格哈，OK。那么如果很像这样的一个人。OK，每个人都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他是我们叫做蛮 atas 一下的，对不对？阿达斯啊，什么意思叫阿达斯？atas 就是上面呐、是吗？我没有这样觉得是阿达斯哦。啊。你有觉得是 atas 啊？那么也是 什么bawa 意思啦，叫阿达斯啊？哎就呦，是蛮笑！atas，就是蛮有能力一下的，也是蛮高尚的。OK，那么在这边的话，我想请问你一下，做生意。你做了这么多年，起起落落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会看到 VE 这一个的事业？为什么我会看到 BE 这个事业啊？OK，其实是这样啦，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做生意真的是不容易啦，吼，大家都知道现在做生意是不容易。So，我是大概我看是在整3年前我就选择了加入了这个所谓的 BE 嘛，3年前，因为我们是整3年前开始嘛，这样子当时呢，我就觉得说传统生意越来越难做。已经有 feel 到了，有 feel 到。其实讲真，我18年里面哦，都一帆风顺啦。坦白讲啊，18年里面我都一帆风顺的做生意，哦，没有说太多的问题啦。可是之后就发觉到这10多年里面啊，太顺畅了，好像是不对路嘞。之后就开始发现所谓的好像比较辛苦来开始做比较辛苦。那时候开始比较辛苦做的时候，我就给我自己想说哦，我应该是要给自己一个第二个出路啦。那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够等到你的那个问题出现了之后，你才去找第二个出路就很难嘛。可是到现在电话生意还是有在做啦，只是我没有 focus 了，因为我做了 BE 哦，我是不可能回去做传统生意嘞，这边爽啊，这边，那么其实在这边的话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OK。那么除了刚才我所介绍的 AnyLaw 的背景的话，那么你可以自己本身再介绍你自己，多详细一点点的资料吗？
OK，介绍我多一点啊。OK，对对对，其实呢，我是20多岁时候我就开始创业了要老实一点的，嗯，的。啊，老实一点啦，讲讲人话啦，啊，讲要人讲话，讲，要讲人话。有没有讲鬼话啦？OK，讲人话，讲人话。OK，今天我对你们全部讲人话哈，全 Facebook 人全部讲人话。OK，其实我是在一开始打工嘛，打工，然后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业，因为我是一个蛮有梦想的人来的。我不喜欢靠人的，我做东西是很 straight 的，OK，很直接的，我不浪费时间的。哦，你要跟我讲东西，你要直接，你不能够在我面前跟我讲东西，那种的，我不能的，我不能的，就直接跟我讲，因为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就解决那个问题的人呐，不能够跟我讲，有的人他要跟你讲一样东西，他是兜了一个很大的圈才跟你讲的，我不是的，我是很直接的人，所以20多岁我就开始创业了。那时候讲真，我爸爸我家人也没有给我任何钱呐，我也没有进山，也没有银山，也没有靠山呐，可以这样讲吗？没有进山，没有银山，没有靠山呐，OK，就自己这样做上来的，就是凭着自己一个心态啦。我很想改变，我一定要我的生活很好，辛苦我是 OK 的。怎样辛苦我都没有问题的，一路来，可能就是我20多岁就已经有这种的态度，来到现在这么年轻的年龄，那个态度已经就定了，所以想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不对的东西我就去改，不会的东西我就去学，我就去问，而我一路来我都没有那个所谓的什么那个 pattern 啊架子，我都没有的哦，也不会啦，可能一些老板娘还是一些老板比较会啦，我不懂诶，我不会的嘞，一些老娘比较会。我不会叫我做这种动作，你看不称我的，我不会做。我这样的比较开心啊，反正反正那一种人来的，对。所以有什么东西能帮的，我都会帮啦，在我的范围之下，这样子。嘿，那么我们也知道 Annie Lau 呢，他的性格哈，OK，刚刚开始认识 Annie Lau 的时候呢，我就跟Mario Huang 在讲了，这个女人很值得交的一个朋友。那个时候 Mario Huang 就问我啊，为什么你这样子讲？哎，这个女人讲话好直接，不会兜圈子，我喜欢这样豪爽的一个女人。我不会兜圈，我不会，我不会，我一点都不会。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你平时你在讲话的时候，很多人就怕很得罪人哦。那你讲话是特别有风格的哦，就特别的直接的哦，你不怕得罪人吗？没有啊，也不会得罪人呐。你看我样子这样，你就知道我又不是在骂你了吗？我一直笑的，我哪里有？你得罪人是这样子的啊，这样的这样才会是得罪人嘛。我哪有？你跟我讲什么，我就笑的嘛。哪里有得罪人？只是直接让人家知道，好过人家也不清不楚，对吗？你直接他会明白，这样我觉得大家都比较省时间吧。那么你会觉得这样子直接讲话的话会有效吗？会有效吗？这样就问一问现在在看 Facebook 的人哦，可能认识我的人，他们给 comment 一下，有吗？有吗？这样子讲会得罪人嘛？最重要，我的出发点不是那种不好意啦，老实讲啦，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不会是出于我有另一个心机还是不好意，我不会，我就是直接想问题解决罢了。我想解决问题，那我就单刀的给你明白，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帮到对方吧。如果你又怕得罪他，你记得讲很好听的话。哎呀，没有啦，其实哈，你这样哈，你简直就是在害他，对不对？你简直就在害那个人啊！OK。我是这样觉得啦，你直接让他明白，然后之后你才慢慢跟他解释。我觉得对方一定会明白你的出发点的，可能他那个 moment 不了解，会怀疑你，还是会生气你。可是到最后他明白了，我觉得他是应该 OK 的。那你其实你做生意做这么久的话，你是不是凭着这个赢得了非常多的朋友？我我看朋你友朋友是蛮多的。蛮多的，因为我人缘蛮好啦，老实讲，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讲吗？我想想一下，有没有来？人缘不好吗？其实，在这边的时候，Annie Lau 哈，每次在，他从来都没有上台过讲课，对不对？讲课以前没有啊？讲课没有哈，是加入了 BE 来才成为了讲师，对。那你其教实，我啦，对BE 你里教面的我。话，这只是要有 Annie Lau 的这个 event 的话哦，都会爆，什么叫有做吗？都会爆的。真的吗？上次有这样吗？就我不知我道。们叫做票房女王嘛，是吗？有票房女王没有啦？全部就可能，认识我就来 support 一下咯。等哎下看我，我不要来 support，我又有点生气，这么没有来 support 我，就可能这样嘞。
OK，那我想再问一下哈，你是什么的 mindset 能够让到你从传统行业的话，你能够接受这个传销？OK，你是怎么样进入的？我本人哦是一个适应蛮强的人来的，我适应一个地方啦，我是蛮强的人来的，就是说我要很清楚我今天在这里是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很清楚先呐，首先我要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所以我很清楚为什么我要加入 BE，是因为传统生意令到我很辛苦了，你那种压力。怎么样辛苦？就是那种压力咯，讲这东西呀、啊，因为你的开销大了嘛，你开销大了，你生意不会是像以前这样哦，以前没有这样多的 online 哦，没有这样多的 chain plan 哦，现在又这个 chain plan 的啦，对不对？人家不一定要 walk in 你电话店买哦，以前不同哦，以前年代是可以，然后现在越来越多，这样子变成你的生意啊，一定会分包去的，可是你的 expense 不会减哦，租金照要给我。人工照要给我，可是你生意量少哦，就开始你就会 feel 到了，你做法是一样，可是你的收入开始是少了，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就心想说，我应该要找多一条拜了，拜呀、啊，在大概是什么的多少年前，你就开始觉得马来西亚的经济开始往下我走了在 GST 的时候就 feel 到了，？GST 嗯，跌了多少？我在 GST。那时还是可以做啦，可是我 feel 到少了那个钱，那个少了收多少入。个 percent？那多时候少我个？看啊，我有开始有少挣20-30%吧。20-30%，哇，好厉害哦！嗯，开始 feel 到少了，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做这嘛。可是如果我现在想，我再不去找出路啦，我难道要等到跌到整50才来找啊？不可能吗？所以我就不会去错过这个机会嘛。很多人哦，他们是可能有的人是反应慢吧，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有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哦，他就觉得就是这样的啦，行情系咁的啦，依家个行情系咁的啦，这样子。就算行情系咁，你是要想办法嘛，对不对？我的当初想法嘛，所以我才去认识第二个行业，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传销。那么你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应该是有你是一个生意人嘛，嗯。你应该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因为你四通八达嘛，因为你很多的选择，很多你要拿很大的本钱呐、你可以讲一下大概的个本钱是来到哪你里？看啊，我之前有开一间店呐、啊，我开一间店是在 IOI Mall 浦中，那一间店的租金是来到20多千的，蛮大钱的，OK，蛮大钱。你可以算一要下，买，大概是大概装啊，修、deposit，我只是给 deposit 先啊，我只是给 deposit 都给了99000多，整100千。给 deposit 上期下期，因为你租末啊，它很多那些费用一大堆的，叭叭叭叭到来哦，就差不多我没有记错啦，我记得我开那一张 check 是99000多的，差不多接近100千，还没有包装修嘞，还没有加货嘞，那间店做到晚上来啦，大概是300多千，大概300多千是丢了出去了的哦，有没有生意不懂哎，已经是30大板了嘞。懂不懂？可是到最后，我那间店是没有生意的，亏多少？后来，亏很多，所亏以很多。那个时候我那间店你亏很多。可是到最后，我有把它卖到出去啦，我把它卖到出去，这样子。一 starting 的时候，他生意还不错，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啦，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可是因为他的租金贵嘛，人工贵嘛，他是有，就是你 cover 不了。所以我就把那间店卖了出去，可是还是有卖到出去啦，有卖到出去，有顶到出去啦，这样子我就拿回一点的钱，那这么样在就变得整个过程里面，你还会有很多的选择吗？很多。因为我第一我做了10多年嘛，都是这种本钱囤货，本钱囤货嘛，我是想说去做一样东西，要包装的，要干捞面的，可是我不要本钱的。因为本钱的东西很危险了嘛，我看到。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做什么生意不要本钱的？就这么刚好给我找到 BE 啊，就不用本钱啊，那又很爽啊，又可以做讲师啊，啊做电话都没得做讲师了。你这样讲找不到，对，就是四面八方才令我找到 BE 啊。
你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样接触到 BE 这个公司这个机会吗？以前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上线 Hebe 嘛，Hebe 是跟我做工的嘛，那介绍我的，他介绍我的时候，那时候我都不要的嘛，哪里有可能叫我去卖什么鬼裤子啊？千听了都奇怪了，对啊，所以等于现在你跟人家分享，人家就是以为你进来 BE 卖裤子吧，那生意模式都不了解，我是8个月后才 join 的嘛。你听到卖裤子的时候，你原本是卖电话的话，你我会跟有你，事？因为啊，我一路来我都厉害卖东西的人来的，卖电话嘛，你就心想，以前我打工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了一个笑话，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卖电话，你的钱包的钱没给我挖完，我是没有给你走了，真的，没有骗你，证明啊，我是很厉害做销售的嘛，我想尽办法的，但 until 那个人哦，阿妹，哈贝斯阿妹。拿得来去啦，妹，我就放他走了。如果他跟我讲他没有钱，我就刚好我的店的前面有一家 ATM 机，忙，double the banner 的 ATM。因为我们卖电话是这样的嘛，你卖那个电话哦，哎，叫他买耳机，哎，你叫他买电池，哎，你叫他买卡插着，在车里面要扎的吗？这些 accessory 你都可以 top up 这样子的，你懂吗？懂不懂？Battery 1打得足够，我们 beli lagi 1 biji，这样子。Handphone 一些毛打得 nanti polis tangkap 啊，这样子就去一直 top up 那些 accessory，我会卖到你哦，整个钱包是空的，我才让你走的。所哇，以可好能，厉害！对，我一路也是这样的。所不以要去聊一聊。我在公司都是以前打工啦，都是 top sales 来的，top one top two 的 top sales 来的。所以可能我有累积到那种销售经验吧，我想这样问一子。下啊，打工就打工啦，为什么你要成为 top one？哎，没有啊，我很勤劳的，我很尽力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勤劳？为什么你要这样经历？我老板有我 Facebook 的，他可以看的。我以前的旧老板，真的啊，我很有责任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他打工不久，那时候他的 stock 很乱的，整个 stock 啊乱到很夸张乱的。然后我就进去，那时候我还不会，可是我学东西是很快的，因为人家在做的时候我在旁边学的。我不会说，一些人是可能没有比较没有上进心啦，可能就在那边刷电话啊，管你啊，你去买，人家做的时候啊，我就在旁边听哦，我听他讲讲，我一直听得懂嘛，因为我觉得当你一直要去求人是难的嘛，所以我就一直听，这样去学。那时候我们的什么电有分蓝电、氢电的嘛，什么lithium ion battery、metal hydride battery，我不会，你知道吗？学，我就以很短的时间我就学到了，所以你学觉到了，得学对。东西你不用求人？我不求人，因为我要学。你不学，你就长期在求人，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我很辛苦啊，我什么？因为你自己不学嘛，所以你才有今天这样辛苦吗？我学会了，你看我就学会了。我一学，我一直学，一直在听。然后我听他讲做销售，我听他讲讲，我听他讲卖，我一直学。他一 serve 顾客的时候，我在旁边学，所以我以很短的时间我就学到了。这句话很好，我要抄起来。来，你继续讲。恭喜，想抄什么？不学就要求人。不学就求人呐、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你不学就求人，所以我不要的，我不喜欢求人，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你做，我要你做给我看。哎，我帮你做，我通常都不是要的，我不要，你做，我要看一次。很多人很心疼的嘛，什么东西都丢给你做的嘛，连那些 void 的 forward 给你的嘛，帮我解决，几心疼啊？可以，我可以帮你解决的。我越来越厉害，爸爸妈妈，你不会爸爸妈妈。谁亏？你亏，又不是我亏。对哦，通常我是问的，我问你，你跟我讲先，这么讲解释，你有没有听？我每次问你东西，有。你讲给我听，你解释，我不明白，你讲，是吧？所以你不觉得我很长气的嘞？还好吧。我一直问的，因为我要知道嘛，我要知道，当这个东西我一知道了，改次我就懂怎样去 handle 了。OK，这个我这明个心白。态，我是这样心态的，一路来。这个心态，我明白了。要学就要问嘛，你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求人嘛，对不对？以对，后就不勤求能人，嘛，不对不求对？人，但不是想你求人。为什么你在打工的时候你要成为 top one 呢？我老诶，你做 top one，你有 commission 的吗？你收入会高的吗？一嗯哼。定要的吗？
我是全公司，因为公司有很多 outlet 嘛，我是 top one top two 这样啦。因为那时候苏埃旺是比较旺的，然后苏埃旺那边是有一个粉，一个也是现在我的下线啦，啊，那个叫 Anysam， 那个每一次都 top one 的，我是 top two 的，因为我在 the mall， 以前的一个 the mall 啦，在那个在那个我也不懂在哪里哦，那个叫什么 Jogate 那一边的，我在那一边那一边那个 mall 的人就不比金河的来的多，所以我还是 top two。可是我尽我能力去做，嗯哼，然后不久之后，我的老板就给我管理整个给我管理了。他的货 everything 我跟他弄到很齐，人家来我很凶啊，以前人家来借啊，有时候我们隔壁档啊来借东西，我是不会借给你的。为什么我要借给你？我借给你了，我不是不用卖咯？打个比如，那个顾客去你的counter没有那个东西，他一定会来跟我买嘞。我是这样的、啊嗯，所以我有一些那时候有几个跟住我的人。哎，你有在，你不要来！哎，你有在，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他有在，因为我很凶嘛。OK， 我想问一下，好，现在、嗯，现在你从以前做电话店啊，嗯，是人家上门嘛？对对。OK， 那么现在的话，你做 MLM 的话，你做 BE 的话，是你要去找人嘛、嗯？对。所以这个两个的反差，你怎么去调整？你的 mindset 是觉得怎么样？我要去找人的话，你会困难吗？其实找人不会很困难啊。我觉得啦，做 BE 哦，最重要是你本身啊。很多人他认为他很努力了，其实他只不过是人家的一把线罢了。他认为哇，因为他平时都没有努力的人嘛，一努力一点点就十倍努力了嘛。我们是拼老命的哦，你都没有我们的十八线哦，你讲你十倍努力哦，你要听啊，稳要整整。18%就讲很努力的，对吧？嗯哼，对不对？你有没有发觉一些人，他做一点点东西，有那哎呦，我好猛啊！我试过了，啊、好猛啊！我经历了。对，这一个是说，因为他一路来，他没有去做过一个真正的为自己做过一份连自己都认同的东西啊，他没做过啊。然后他做一点点就觉得是啊。你要怎么样给他们 advice 呢？如果是遇到这样的人，慢慢去 adjust 自己的想法咯，慢慢去 adjust， 然后跟多一点成功的人啊，看他们做的东西。其实你做的量只不过是人家的1%，可能10%罢了。而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就付出了很多，这样有错吗？也没有错到完的，也没有错到完，因为一路来你没有做过，现在你有做都进步了咯，也是对的。可以的话，好像我这样，我一直都会去看那些比较成功的人的讲的话啊，想的东西啊，做的东西啊，我都会去看的，这样子，所以慢慢去 improve 自己的思维啊， improve 自己的思想啊，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是最自满那一个人啦、啊，我永远都不会啦，我有时甚至到现在啦，上线我跟你讲真心的啦，我还觉得我不够勤劳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懂吗？我时常问我自己。哎，你老，你阿嘎阿嘎就好了哈、啊。你阿你看个事无搞过，你知哦？我还会这样的哦，做什么哈、啊？我不知道哦，我还会这样的哦。我现在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经历到完的哦，我还有这样的想法的哦。可是你们每天都讲我很垃圾哦，我是心在想。我是真的够咩？够拉筋咩？还是外表人家讲我很拉筋？可是我自己的内心感觉到我还是没有很够的拉筋哦。那么其实呢，在 BE International 的话，就是里面的话有一个最高的职位 RCCA， 就是Annie Lau 现在就是 RCCA 的这个职位嘛。这个 RCCA 这个 short form 哈、啊，给 Annie Lau 的这个变成他的口头禅了。你可以讲一下 RCCA 代表什么吗？在你的 mindset 里面、啊、RCCA 啊，我那天跟你讲什么了啊？Rajin Charlie Customer 啊RCCA Rajin Charlie Customer 啊所以这样子就会上 RCCA 对不对？对，其实哎呀，呆着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说是什么啦，我觉得啦还是你那一个心态啦，就算今天你上到 RCCA 你试一下停下来，
也是没有用的嘛，对不对？你还是 move forward， 还是要很勤劳去做，这只是一个title啦，对我来讲也没有说，所以我说，哎呀，你是老板娘，我是老板娘，我是要做啦，所以也算我们没有把这种东西放在心里面哦，你就不会有所谓那个价那个嘎吉在那边，因为你还是要进步的，你还是要去做得更好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 RCCA stand for Latin Chinese customer 咯，还要努力咯，还要再去做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的 Annie Lau 就还是单身嘛，还是 single 嘛，对不对？对对对。Okay, 然后这么漂亮又 single 的话，那么我想问一下哈、哦、，OK，、嗯、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流汗。我没有流汗，没有流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女人要经济独立？哦，应该这个变得非常有能力。这个应该的，这个应该的。讲真啦，不要讲现在的社会啦，哦，以前社会很多女人都是觉得应该独立嘛。第一，你独立，因为我一来我不喜欢求人哦。第一啦，这是我第一啦，哈、哦，所以我一定是独立的啦，因为我不喜欢求人的。我觉得求人是很惨的一件事情来的。我觉得求人是很惨，我不懂啦。一些人是没有拉丝啦，我不能的，我不能的，我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自己掌握上来，我不求人。打岔一下，求人包括什么？嗯、什么样的情况？有些人就是觉得、求人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做，你又去不了，你又很想做，可是这个人他现在又不得空帮你，你要等他，所以你整个成功路线就慢了。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感觉。伸手呢？伸手拿钱没有试过，小小爸爸给过钱罢了，没有拿过钱，不懂是什么 feeling， 也不想，也不喜欢。从不喜欢这样的感觉，这个是来自自己的。很多人认为我没有你这么厉害，是我做不到。没有，没有一个人不厉害的。这个社会，如果你肯去做，最起码你做一些手工在家也是自己赚钱啊。你肯去做 sharing 也是赚钱啊。你肯 po 一些东西在 Facebook 也是赚钱啊。多跟少我们不要讲，你有没有做这个动作先？对吗？这样子，人家给钱你可以给多久？我曾经够有大把，你都讲我现在这样的年哦，年轻不是更够力？够有大把人跟我讲他要养我啦。你知道我跟对方怎样讲一句话吗？什么？你够我有钱吗？招来不是我公招做你钱招来，如果你要养我，我直接的、啊，我公招做你钱招来。好，那男子不看住我咯，不要不要就走咯，不要讲那么多，因为。很明显的嘛，你可以给我多久？三个月、三年、五年，我要看我的样子都活到八十岁的啦。毕业产品吃这么多 ？Oh my god！ 你是不能养得我八十岁，八十岁。也对哦。还是靠自己。对哦，对哦，对哦。我小小就这样想了的。那时候我二十多岁，我蛮多男人追我的，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的，我觉得现在也是蛮多吧。我午餐晚餐现在没有了啦，现在老扣扣了，哪里还有？我午餐晚餐都蛮多人打包给我吃的，真的，真的，午餐晚餐都有人打包来，然后也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所以我才把那些钱存到哦去做我的电话生意啊。不然我哪里有钱去开电话生意？那么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 ，Annie Lau， 你这样漂亮，你就可以啦。你觉得这句话的话，你要平反一下吗？努力要漂亮的咩？啊？你看很多明星啊，肥到鬼这样嘛，是很有名啊，也不是美丽啊。努力不需要漂亮，我们努力是需要自己的想法而已啊，不是漂亮。漂亮可能你有更好的优待一点啦、啊，因为人家看你的外表就可能比较顺眼，我可以这样讲。可是努力不一定是靠漂亮，因为你不是花发尊呐、啊。如果你认为你要当发尊，这样你要漂亮咯，因为我又不是发尊呐、啊，跟我讲话这么粗鲁的。Man only。啊！没有，每次我男朋友骂我咩？你好 man 嘅你。哎呀，我刚才才讲你单身。我有男朋友，我还没结婚而已。OK。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努力不一定是漂亮。当你努力了，你有收入了，你自然就会漂亮了。那么我自然会把你自己变美了吗？我想问一下你哦，你可以给一些
你的成功的座右铭，你想两个，你现在想两个。我成功的座右铭。对。你的出生，你没办法改变，但你的未来一定能靠你自己改变。我永远记住这句话的，我小小就这样想了，真的、啊。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这样想了，我没有出世在一个很惨的家啦，讲到这样出到很惨没有，我只是希望我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很好，不求人的生活，自己顾得到自己，父母你一定要顾得好好。因为很多人觉得是，如果是家里有男丁的话，就男孩子顾嘛，你是女孩子嘛。父母都是我顾的啊，他们要顾是他们啊，我做我的责任啊，我没有去理啦，反正家里我一定顾到很好的，我觉得这样子才有令我有一个动力去更加努力，因为家里是两尊佛嘛，你四周围去拜佛求神有什么用，家里两尊佛你都没有顾好，我是这样想、所以家里那两尊佛是令到我们能够顺顺利利，有孝才有顺，孝顺啊，有孝才有顺啊，对不对？你孝顺了，怎么可能会不顺利呢？一定顺利的。对，我们 Annie 老师非常孝顺的，带着父母去很多的旅行哈。OK， 封给他们丰衣足食，安享晚年哈。OK， 也帮他们装修很多屋子哈。他们讲一句话罢了。嗯，我爸爸讲。哎哟，这边安装哦，这头顶安装哦，我就帮他换哦，整个屋顶换到完。是啊，真的、啊，屋顶，然后跟他弄那个 sexy 给他咯，没有这样子哦，弄给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们努力吗？我们努力吗？我希望我这么努力，就是当我要做一件事情，我 anytime 可以做到。Anytime。就是我是 anytime， 是、啊、OK， 人家讲 full time part time anytime， full time part time anytime， 对对，所以我想问一下 ，OK， 那么在你现在你这么成功了，那么你下一步你想做什么？第一，我没有觉得我很成功，我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坦白说，因为到现在我还觉得我还没有很足够的努力，我还可以更努力啦。其实 ，OK。我还可以更努力，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现在问我啦，我真的很希望把我下面的人成功的带上来啦。如果明白我的人，可能我有时讲话比较直接，可是我的出发点一定不会是不好的。只要把他们带上来，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满足到我现在要的东西，因为自己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已经拿到了，你懂吗？已经都拿到了嘛，你还要什么？都没有的再上了嘛，都 RCCA 了嘛。接下来我希望我的下线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成功的上到来。我觉得那一刹那我一定会哭哦。在听啊，我不懂我下线有没有在听啊。上一定有的，你是票房女王来的吗？上升地啊，你们上升地啊，快快啊。那么我想问一下，我是想着，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啦。那么你看到传统和MLM 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我们传统生意哈，第一我们要囤货嘛，本钱嘛，然后有风险。我们呢、可以成功很多次，都不能搭上第一次。可是，在 BE， 就是说你可以成功很多轮，就是说你赚的钱你可以赚哦。有的人就是要抛清袋的哦，你做传统生意。哦，对，你会要抛清袋的哦，你不是开玩笑的哦，可能你做一个十年。所以你看啊，为什么一个 MCO 这么公司，你看经不起两个星两个月哦，经不起两个月哦。你可以成功很多次，可是你不能承受一次的失败。可是在 BE 没有本钱，没有囤货，你真的做不起，你也没有钱亏，是没有收入。但你不要成功一轮罢了，你成功一轮你就飞了，这个你就看得出分别了吗？嗯，为什么我会这么投入？为什么我会这么投入？就是钱魂钱灵啊！我们比一方的说，你要钱魂钱灵啊，就是钱魂钱灵。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看到嘛，我再努力多几年，以后的日子非常非常的好过。你辛苦一阵子，享受一辈子。
为什么我不要？我管几多少个人拒绝我啦？你有觉什得么给问人家拒题？绝会很难受吗？哎，没有东西了啦。你怎么面对拒绝？你怎么面我对没有这的，些柠檬？因为我不会把这些拒绝我的人放在心上嘛，所以就不有事情咯。让你把这种人放在心上，不有事情咯。像他拒绝你，不是他完全永远不要，他只是这个 moment 不要罢了吗？可能他慢慢了解，慢慢了解，慢慢了解，他会要回的，就把他放在旁边先咯。你就在好像你教我的马上先不停的播种咯，往前再走。你只是因为你没有往前再走，你才纠缠在这几个人的身上，所以你会 suffer， 你会痛苦，你会觉得很难。suffer，suffer，是你咯，没有是往咯，前是走，咯，是咯，是咯，是咯。你往前不会的，真的，你往前你不会的，你只要往前，你一直会有人嘛，所以有人你就不会一直在纠缠在这些人的身上嘛。他这个没人有，不要，不是对永远对，嘛，对不对？嗯。因为你没有在往前走嘛，所以对，你才会想着你的 ex 丈夫，你的 ex 男朋友会是对，最你好试一下的。啊，你试一下，你有新的，你还会想旧的咩？如果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冷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念了吗？对不对？所以人一定要往前走哦，肯定，不一然的定话，怎么要遇到一个更好的更好的，自己？对，会遇到更好的自己，不是人家，是你自己。只要对往对前对对，走，你才有办法遇到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可以我喜呀、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喜欢，我爱我爱到半命哦，I love myself。我其实蛮欣赏我自己啦。哎呀，你们不要讲我自爱啊，这里140个人在看，你们不有要讲吗？我我看不有到。140个人在看，我有开着140人在看，你们别讲我自爱哈。我是觉得一些我有一些的行为，我是蛮欣赏，因为我蛮坚持，也很清晰自己的目标，得到的东西能得到吗？能，可以得到。时间长短这个不是重点，可能你觉得 any now 你很厉害讲话，可能我用的时间是比较短，你没有我这么厉害讲话，你可以用长一点的时间，可是你都是可以到的。到时你会想回去2年前的你，跟现在的你。你同样都会觉得你现在变得很棒、很优秀的，一定的。所以你问我喜不喜欢现在自己，我很喜欢。有没有东西嫌？暂时没有，还要努力一点点罢了。那么，你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访问都已经差不多要40分钟超时了。那么我们在这边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不好？你有没有一句话给所有的妈妈，给所有的女人？OK，我觉得每一个女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哦，当保护自己也好，当给自己以后的保障都好，一定要闯出一番事业。而这个事业呢，如果说今天你要去做一份的事业，你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本钱，你进来了解 BE，我相信你不会后悔。你来了解了先，听了不 OK，你道一个歉可以出回去的。如果真的听到 OK，他就这样子改变你的命运，我是其中一个。你看到我今天一直讲一直笑，MCO，我不管你再 lock 到多3个月，no problem，我厉害哦，还是 OK 的，还是果然 OK 的是 Steady Boom Baby 的 Steady from RCCA Any beginning 的，Law，对，真正的，我觉得好，是这样。那么在这边的话，节目的尾声，你还有什么东西你要补充的吗？我希望Facebook 这边能有140多个人。希望我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没有太过 serious 的去讲，大家就好像交流一下、谈谈天的感觉，可以让你们知道，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你的目标要很清晰。如果这一个事情能够改变到你的未来生活更好的，你真的是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做。很多思想不对的。你现在改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还年轻嘛，还是可以的哦。BE 每一个人，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将来，然后可以把身边所有的人都带进来，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我是觉得我现在很明白为什么我们 founder 会讲这一句话，好的，讲哪一句话？就是说要改变每个人的生活，轻松创业啊。所以我希望是说，我的下线。
还是不是我的下限，我都希望每一个人能够进到 BE， 能够轻轻松松的改变那个生活，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收入，家庭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吵闹，就不会有所有的那些离婚啊，那种不好的，然后下一代也不会好过。我是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连接性啊。对对对对对。这是有一个连接性的东西。很多东西我们可能看表面，有这样严重吗？是有连接性的。如果夫妻两个都有好的收入，维持一个家庭，很多东西用钱解决了，根本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出来嘛。只是很多人为了吵架都是因为没有钱啊，而吵架的啊。这个关键占了 80%、嗯、你爱我你不爱我是 20%、嗯、我就帮不到你啦。如果 80% 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只是负责努力就可以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感谢我们的 RCC Annie Lau， 那么我们的节目的话就到这里尾声了。 OK， 好，那么再继续明天的话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的同样的三点的这一个的访问的话，我们将会有下一位的 RCCA Keith Leung。 OK，那么请大家留守明天同时的三、嗯、同样的时间三点，我们明天见，谢谢我们 Annie 老。然后明天的八点钟也有我的一个分享，你要活出怎么样的人生，在这个 BE 的 Legend Page， 所以你们可以大量的把一些做生意的人都招进来听，因为可能你们身边的很多老板都有一些的困境在这个 MCO， 不妨叫他们进来听。所以我跟 RCC Chris Bong都会为你们分享我们的心历路程，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到你们一些启发而帮到大家，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的，所以我们就到这里，上线，谢谢你的访问，谢谢你 Annie Lau， 拜拜，154个人现在，好的，拜拜。